交完。这。要干嘛？小婉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不想听。你给我个机会听我说完。那是不是我听你说完你就不来打扰我了？只要你还喜欢我，我就不会放开你。顾言熙，我以前是喜欢你，但是我现在不喜欢了。现在不喜欢，以后也不喜欢，永远永远都不喜欢。小婉，放开他。姐，我向你保证过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是不是就这个人欺负你？小安，我们走。嗯，就算你去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跟去。